今年、明年和后年前后三年，给咱们打工人五个忠告，听不听你自己选择。如果你划走了，千万别后悔。这条视频你是真的有必要点赞收藏。第一，如果说一个单位干得还可以，只要工资发得准时，就不要想着跳槽。现在的钱是真的越来越难赚，当老板的也不容易，能够准时发工资都是好老板，所以你就好好干就行了，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第二，只要你有住的地方，尤其是即将结婚的小两口，只要是丈母娘不刁难，就先租房住，等你必须买房的时候看准时机就可以了，还能省下不少钱。第三个，在下班之余尽量干一些副业，只要能跟得上趋势，主副业完全可以同时干。第四，花钱方面能省则省，改掉冲动消费的毛病，尤其是女生经常看到好看的衣服包包心里就想着买，其实有时候你买回家只是穿戴一两次就放在了衣柜里，反过来就想有时候少买一件也不是说不可以，男人嘛也要改一改，别动不动就约朋友吃吃喝喝唱唱歌。问一下男生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酒桌上的朋友就是个吹牛说大话，等你有事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就找各种理由借口推脱，时间长了你细品一品。所以说家人们，花钱容易挣钱难呀，把没有必要花的钱都存起来，用钱的时候就不犯愁。其实车也可以先别买，上班的时候坐地铁或者公交也挺好，现在油费涨得太厉害，而且经常堵车，停车位也不好找。所以呢，不一定有车的男人才是优秀的男人，当别人开车路上堵的时候，你坐地铁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你想一想是不是也挺好。关注我，每天分享正能量。